你就直说，问题出在哪儿？咱们身边有内鬼，是你吧？开个玩笑。76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，但我能确定，闪官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。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官手里。其实这次闪官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，已经在找内鬼了，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。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？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，他就在我们身边。你有怀疑对象吗？闪官，他怎么可能？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。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，如果我们能在第九路之前破坏这次会谈，又能揪出闪官的身份，我们就能绝处逢生。我不管闪官是不是青衣，只要我做事踏实，他就是。